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Powell Point， 我们已经走了3公里了。我们带大家去欣赏一下这一个景点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方，下山5公里。这个景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我背后还有个美女，胆真大，坐在悬崖边上。谢谢大家收看，下个景点再见，再见。